还有玫瑰，还有这张其实看起来也是对杯子，对，所以它是它这个叫做相片的立体结构，好，所以我们在拍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好的文章，好的照片，它其实都是有层次感的，对，层次感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从这些层次里面看到一些细节，有细节它会组成结构，有结构它就会有立体感，那这个照片或是这篇文章看起来它就会有深度。可明弟兄，我说的是吧？是啊、哦，是，我们专业的作家，好、哦、是，所以、哦、我们不好意思，我们回到这一张，我这个是我在一间花艺设计的一间展示中心里面，然后刚好他们需要拍，这几个月前刚好是万圣节，然后他们有一些商品他们想要卖，那他们就布置了这样一个东西，那他们会问我说啊，这个要怎么拍啊？我就跟他说，你要拍出节庆的一个气氛的话，你要去先去思考一件事，就是万圣节大家想到的是什么东西？南瓜。哦，南瓜，对不对？对，所以南瓜它用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去表现出一个南瓜的节庆气氛，对，好，那有一些特别的一个布置啊，南瓜有没有？它笑得很开心，有没有？它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在照片上面的一个结构，就是你会知道这张照片的主题，它的重点是什么，好，它的细节有哪些部分？麻烦你下一张，好。我放一个娃娃在这边，好，那这其实当我们在拍一些照片，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到底还可以拍什么的时候，有一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可以找一个相关的东西把它放进画面里面，好，我从旁边抓了一个娃娃出来，把它带进这里面之后，那我们可以去用一些衍生的方式，哇，它还是有一个节庆的气氛的，好，好，来下一张，好，再来，我再次利用了这个娃娃做进一步的一个阐述，就是说，我们大概可以想象到这个女生她脸上的一个表情，对，好，那我用这个娃娃表示她是抱着这个娃娃是有一点期待感的。带着一个很兴奋的感觉，它是好像要去过节一样，对，这是一个万圣节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对，所以我觉得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懂得去利用比喻的方式，好、哦，用一些物品来代替这个表达的一个意境。好，请下一张，这张也是，好、哦。那这张就比较直接，我们就是请那个女生，你帮我把这个南瓜稍微拿高一点，那我就从后面这样拍过去。好，这张也是很有，当时万圣节的一个气氛。对，嘿，那其实大家这几张照片，它是一个组合的照片。那组合的照片，你会发现我的层次是由浅至深的。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是慢慢的，我一步一步的往前的，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好照片不会是只有一张，好照片也可以是一系列所组成的，好，它是有故事性的，它是一个有排列顺序，所以它从第一张照片、第二、第三、第四张，你会看到哦，原来它的故事是这样子表达出来的一个层次感。OK 吗？好，大家都快睡着了。不好意思，我讲的太无聊了。哈哈，不会。好 ，OK，OK。还有两分钟。好，两分钟。好，来，最后，我再表达一些事情。拍照就是在写属于自己的剧本。好，我们回到一个最终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下一张。好，其实我们就是在写故事，在表达我们如何要把故事讲好这件事情。来，下一张。好，有没有故事？有啊，哦，有没有？他在讲什么故事？爱，他在讲爱，
还讲一个很讲一个我们上帝给予我们一个美好婚姻的一个故事。下一章，好，笑容，灿烂，一个很棒的一个气氛，一个，哎，对，一个幸福的当下，觉得开心快乐的当下。我觉得我收一个尾，其实就是我们要怎么拍出一个好照片，我们要利用各式各样的一些元素，那其实这些元素都是我们所附加的，那最终没有一个一定要怎么拍，但是我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一张好照片它就是一个美好的故事。好，下一张，哎，这张跳过。好，我总结一下，好照片就是你对人生的总结跟风格。好，哦，你是怎么？我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学长，我在当摄影助理的时候，有一个我的一个前辈跟我讲一件事情：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那在这边也分享给大家。好，哦，那希望大家可以利用我今天分享的这一些事情，拍出属于你自己的好照片。谢谢大家。哇，可以按下给大家那个吗？我最后一张，有没有要问问题的？好，这张，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哈，这个是我的粉丝页的 QR code， 好，啊，大家可以帮我扫描一下，帮我粉丝页按个赞一下。是，然后就会扫描吗？哦，会扫描。好，就是没关系，大家也不会扫描，没关系。这是 LINE 吗？这是那个 Facebook 粉丝页，大家有空可以帮我按个赞，或是你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呼吸摄影。是，谢谢各位。我们开放一个问题好了。好，好，有没有人想要问问题的？没有的话，进入读背诵记录。哎呀，背诵记录太精彩了，因为每一天，现在有手机以后，几乎天天大家都要拍照啊，是。以前拍照是要很节省的。是。来，小英姐，她是医师。苏联有一个教堂。是。巴托巴斯利亚。是。漂亮，五彩的有没有？对。非常漂亮。啊，是。苏联好多。所以这不是问题了，这是回应啊，这。谢谢你的回应。有没有问题？是，谢谢您，好多经历哦。要请教、那個。哦，不敢，大家互相讨论。哎，红姐，有没有建议的书可以自己阅读？它就是一本书啊。有没有书了啊？对，有没有想去学摄影？刚刚讲的，比如说要如何拍好照片，是不是太复杂。为什么要拍？我所以会来听，是因为我们经常办活动。了解。才刚办一个活动嘛，音乐会。我没有。我们办活动，可是我看我的同仁有时候拍了100多张，我挑不到一张。要不然就是对这个白桌子也进去，要不然那个人头低着，就是很，就是觉得说在这个部分啊不容易，所以当然不是到说那种真正要收费的程度，摄影这样的，但是一般的画面哦，至少可能天地啊，然后左右，事实上你会有一个。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书可以？这是一个抛出问题，大家来。我会推荐你可以去看一些国，它有一本书是叫《国家地理经济》。地理经济。精是精益求精的精，技是技术的技。对，那一本书大概这么厚，但是你看完那本书，你可以有一个对摄影有不同的一个新的体验。对，《国家地理经济》。然后，我觉得市面上摄影书哈，都是在教你用器材。我不了解。对，这个是我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去买书来看的一个最主要原因，因为好照片其实真的要是多看多拍，要被指导用拍。对，那其实。其实我还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方式啊，我分享给大家，画面要干净的一个重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这张的主题是什么。对，我们拍照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抓住
这张，就我刚刚分享的，你这张要分享给谁看？那你这张分享给谁看？你就要让他知道主题是什么。对，主题是很重要的。你要拍演讲者，那你为什么要把桌子椅子带进去？对，好、哦，那你要拍群众，那你不能就只 focus 在一个人嘛。哦，你要拍表情，那你要去抓他，抓他的瞬间嘛。好、哦，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把主题给表达出来，那这个就是拍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好、哦，那有各种各式各样的一个方式，当然也不是说不能把桌子椅子拍进去，你要拍的有美感啊。对，那这个就是一个，这样讲有点抽象，就是你要怎么在画面当中让那个主题是有意境的，好、哦，有意境，有主题，画面干净，好、哦，那表情自然丰富，好、哦，那我想这个是我在拍活动摄影的时候一个我的一个总结跟心得分享给你。请问手机可以拍出好照片吗？可以，手机绝对可以拍出好照片。照片的定义，你知道好相机的定义是什么吗？带着出去的相机就是好相机。带着出去。对，带着出去的相机是好相机。你为什么？你知道有时候那个相机一台贵的，超贵的公斤，你知道不？七百公斤。哦，你扎出去，你会感觉重的吗？你出去规工在遐佚佗。轻便的相机。哦，轻便的相机，你带出去，你带出去玩，你总是希望可以轻便一点嘛。你能带着出去的好相机，你愿意带出去的好相机，那它就是好相机。好像手机它也可以是好相机，好、哦，因为它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辅助你拍下最需要最适合的照片，好、哦，对，我觉得像手机它也是一个好的工具，是，嗯，请说。请问一下那个。刚才跟讲的那个照片啊，对，是不是要去洗过？还是就是手机那就可以的？那种好像摄影展的那种照片，是不是要自己会洗？因为现在照相馆啊，会洗的照相馆越来越没有了。对，自己要暗访。是是，其实这个我简单讲一下，我简单回应一下啊。基本上哦，我们现代人越来越少去输出相片了。对，那为什么？因为网络方便嘛，你看手机拿起来放在 LINE 的记事本上面就可以看。那现在照相馆也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对。洗照片也很少了，哇北瑞啊，你知道不？哦，我刚刚我出来做摄影师，有时候就觉得我在虐待自己，你知道吗？对，所以你说好照片，我觉得好照片，但是它是真的需要洗出来的，因为你在挂在那边的时候，它会有那种质感，你跟放在手机看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我还是会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那张照片值得，那你就去把它洗出来，用一个相框把它放在一个地方，挂墙上也好，然后洗出好几张，哦，我们都去看，因为那些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好像我们刚刚在分享，哦，为什么要拍出好照片？好，好，大概是这样子。嗯。好，谢谢，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如果有的话，个人哦，可以去找我们这个景彤哦，是弟兄哦，他会帮助你的哈、哦。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就备圣经时间了，我们就直接从这个师母开始，那等一下就陆续这样上来啊，好不好？哎，就紧一个紧接一个，一个紧接一个啊，因为我们现在时间很紧缩 ，OK。诗篇第五十一篇，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
神啊，求你用乌西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洗涤我，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一切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认得救恩之乐，使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患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求你救我脱离。神啊，你是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欢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人必将公义的祭和欢祭，并全身的欢祭，献在你的坛上。那时人必将，最后公义的祭献在你坛上。那时人必将公牛。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好，谢谢云小姐。借什么道具？今天有很多道具啊！圣诞老人花礼物。诗篇96篇，我要站上来吗？对。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
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都在他面前颤抖，都在他面前颤抖。民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愿天欢喜，愿地欢喜，愿海和群众所有的澎湃，愿田和群众所有的都欢乐。那时群众的树木都要向耶和华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爱公义，审判世界，爱和幸福，审判万民。叫心姐轮到你，看的都忘了，我看你也陶醉。我有跟那个会计师有提到，就是说，他太能干了。也许明年啊，就是各种背圣经的方式啊，我可以示范。我们真太不容易。你可以吞火啊，一边吞火一边背圣经。我今天背那个诗篇二十二篇第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你要不要道具？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死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筋骨。我的筋骨枯干如瓦片，我的筋骨枯干如同瓦片，我的筋骨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此地的尘土中。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然后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有这一句吗？没有。犬类围着我，那个公牛，把那个二党困住我，环绕我。二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灸。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那个野牛的脚。结束了，谢谢。你就把它当成广播电视的那种。基本上也是学广电的。谁？你啊？不是。换什么？我曾经学过编采。编采哈。大家好，我现在要背的是
约翰一书三章一节到十二节，你看神赐给我们是何等的，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凡犯罪的，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凡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因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因主的道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是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好，来 ，David。你好啊，背诗篇第四篇。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应当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投靠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在那个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理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只是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欢喜快乐，胜过满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诗篇第十二篇，耶和华，求你帮助，因为全城人断绝了，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耶和华必要剪除。他们曾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人？耶和华因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说现在我要起来，把他们安置在他所切望的稳妥之地。耶和华原已是纯净的，
言语如同银子在炉中炼过七次。耶和华必保护他们，耶和华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谢谢。好。大家好，我今天背诗篇第119篇，49节到64节。求你纪念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梁子通，可以提示。骄傲的人胜五万我，我却未曾偏离你的律法。耶和华，我纪念你的，你从古以来的典章，从古就得了安慰。我见恶人离弃你的律法，就怒气发作，如同火烧。我在世寄居，素来以你的律例为诗歌。耶和华，我在夜间纪念你的名，遵守你的律法。我所以如此，是因我守你的训词。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曾求过你的恩，求你，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起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词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阿门。好，来苏姐。正在上面，看一下。好，没问题。被马可福音4:10-20，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门徒问那比喻的意思。耶稣回答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外人。”一切若是外人对外人讲，凡事都用比喻，叫他们看见是看见了却不明了，听见是听见了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你们不明白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些比喻吗？那这样子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撒在路旁的人就是人听的道，撒旦立刻来把他心里的道夺去了。有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的道，
就心里欢喜，立刻领受了，极致，但是他心里没有根，心里没有根，所以是暂时的，等到极致未到，极致未到，极致为了到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遭了患难，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杀在荆棘上的，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诱惑，以及其他的私欲，进来把它挤住了，所以就不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得到、领受的，并且结实，有30倍、60倍、100倍。好，谢谢。先解释《罗马书》14章。好，《罗马书》14章。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说了他了。你这人为什么论？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人？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记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关系必向我跪拜，望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换下绊脚别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切知深信，万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你若因食物叫弟兄有仇，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不要彼此和睦，尽力我们不要彼此追求和睦，并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房屋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又有一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还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好，来，接下来我们请我们要来抽一个，就请德昌来说了啊，要来抽签，抽签啊，是，你稍微跟一下，抽签啊。
这现在是要已经请坐，前面请坐。这里面呢，抽好运，你会抽到138张的圣经哈。啊，歪脸歪 Q 歪脸。你没138张，但是你今天你抽一张我来读哈，就是一共138了哈。但是以赛亚是只到1到51章，其他都是整卷。一张就好，选一张。哦，有上下两个哦。哎，对，你选一张，选一个就好。好，希伯来书13章。希伯来书13章。给你放好再来吧。刚刚你可以放进去。你可以放回去。好 ，OK。你们勿要，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不可，你们勿要长存弟兄相爱，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的，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那些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那些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他。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们丢弃你，所以你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必不惧怕，你们。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上帝之道。从前引导你们传上帝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我们有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这里面受苦。这样你们也当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神，乃是寻求那将来。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便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祭司，只是忘记不可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至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我请你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愧，愿意按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全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弟兄们，你们该知道，我列列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你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会引导你们的诸位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
愿恩惠常与你们，救人同在。好，哇，谢谢谢谢谢谢。好，先音调就打开了。喂，好，还要把时间交给会计师哦。感谢主哦，今天那个背圣经越来越成熟进步哈、哦，很难得。这抽签不容易，100多张。哇塞，真是好厉害啊！对啊，对啊，抽了就记得，这厉害。你看，虽然没100位，也只能几分了。厉害的哦，厉害厉害，练习啊，练习不断练习是专业。我们我刚才想了一下啊，背圣经有三个啊，一个就是说背过的不要忘记，忘记太可惜了，要去 review， 那 review 太可惜了。好，我背的不多，我背的都记，大概了，大概。98分，大概啊，背然后记，啊，这背过忘记的太可惜了，啊，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第二个就是养成习惯。为什么要办这个东西呢？目的就是养成习惯。你们养成习惯，你天天不要漏掉一天，今天没有背，今天没有，不要天天要这个啊。第三个，等一下我们背圣经的一起照一下，啊，我们要每次都要背圣经的一起照一下，全部在这楼下啊，朋友们哦，啊，感谢主，啊，我们来唱个诗歌。相信神会做奇妙的工作，不久的将来，相信神在做奇妙的工作。阿们，好，感谢主。来，我们来唱哪一首？来，另外那一首什么？另外那一首，好，耶稣爱你。好，我们来看耶稣，唱耶稣爱你。来，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他能救。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同声开口，最后请讲员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主啊，你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你使我们找到的光，知道你是我们的神，荣耀的父，我何等的感恩。主啊，到现在我已经认识你，已经知道你是神，知道你是全能的上帝，是天上的父。这世界上一切都要过去，转眼就要过去，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们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但是你的话永远立定。所以我们每一天把你的话刻在心板上，你来帮助我们背圣经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的话刻在心板上，每一天记得很清楚，一直 review， 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跟你来对话。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主啊，谢谢你，荣耀归给你，有我的上帝，为今天的分享来感恩。主啊，我们把美好的献给你，把最好的相片献给你，最好的影像献给你，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每一天，我们把最好的表情献给你，最好的健康献给你，最好的能力献给你，我们把最好的心智献给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人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子，是你的女儿。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永活的上帝，为你可以带领我们许多弟兄姊妹来背诵你的话语，向你献上感恩。主啊，当你主啊在你做奇妙的工作，你的旨意是不能难主的。谢谢主，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有感动的，可以两三位带我们来祷告，这次讲员就结束祷告。谢谢主，感谢你，耶稣基督，荣耀归给你，颂赞归给你。亲爱父神，满心感谢赞美你，主你是爱我们的，阿是真的眷顾我们的，阿门。主你保守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每一天都有主你自己亲自的引诱，谢谢，更求主你保守我们生命之道，让我们能在灵魂得着救赎，让我们知道生命对的，谢谢主，我们生活就对，阿们，生命富足，阿们，生活就富足，阿们。让我们先求你的国跟你的义，你这一切东西必加给我们，阿们。求主真的是也来更新我们的念，让我们在生命的当中时时刻刻哦，脱臼穿心，去天入正，凡有主你的慈爱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带领景宏今天的分享，是的，凡有主你自己亲自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主要让这恩赐成为发光成为亮丽的一个，让世人都知道哦，主啊，这一切所述说的都是主你赏赐的荣耀，感谢主，愿神大大赐福他前面的道路，他的公司也都有主你自己亲自的带领，谢谢你也把我们整个生命与生活的讲座全然交在主你手中，愿神真的是带